Cooper. You want to see the doggy? Okay. Let's see that doggy. Let's see. Oh, it's so cute. 怎么有猫可以很难训练一个猫这样子牵着它呢？这只狗根本就是把那只猫当狗嘛。Cooper，你跟他讲，他，你跟他讲。Keep trying, dude. It's not gonna work. He doesn't care. How old's your dog? He's 6 months old. He just wants to play. Oh, yeah. He always does. He does this with dogs too. Tesla，像这种情况，我就会把我的车子召唤出来，因为坐在副驾驶座的人根本就进不去。那么有时候我这样子召唤出来的时候，也是可以确认这个车子在出来的过程中不会被这些树摩擦到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子刮花自己的烤漆，那很难看。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我车子停得太外面，看那个后面还有这么多空间，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用那个 summon move 把车子往后挪。离这么近，我是要怎么放东西？所以这时候呢，我叫他往前挪一点好了。某某人停车技术非常的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根本打不开，拿不了东西，你看。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使用召唤模式，让这个车倒出来。那倒倒可以把车门打开就可以了。拿完东西再把那个车子召唤回去。我刚刚停那个位置，然后剩下一分钟嘛，所以我看到这个位置还有七分钟，所以我就用召唤模式把车子从那边移到这里来。那你知道美国停车很讨厌，它有规定你要离这个人行道多远，如果间隔太远的话，它就会开你罚单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今天是一个人，所以我也不太敢靠近这里太近，因为我如果靠得太近的话，就会刮花我这个板。那么在美国，我是尽量把车子停到像这样，所以我得有人在外面帮我看，因为这个很容易就插到那个轮胎，愁死了。像这种停车场，我最怕就是撞到前面那个阻挡的那个石头，那我就看不到了嘛，不敢再往前停了。那因为这样子呢，我常常离前面的空位位置还很大。你看离那么远，因为 Model 3呢，它的车身比较低嘛，所以很多时候都会撞到这个阻挡的石头。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个阻挡的石头早就被其他车撞歪了嘛。那还有一点就是说，因为这个位置是斜斜的嘛，你看那边都是斜的，所以有时候会没有停好嘛。那我发现这个召唤功能呢，它有时候
我这样子召唤的时候，他会试着去尽量让车身跟这个停车的线平行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只有看过一次他这样子做了，所以那我现在就要把它往前挪一点，看他会不会自己做调整。那我这样做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可以观察车子会不会撞到前面这个挡石板。喂、哎、啊，撞到了！应该没有撞到，你看差一点点。你看这个位置也是一样，它前面那个人行步道很高嘛，所以我车子都不敢往前挪，就是怕车子的会撞到那个地方嘛。所以这时候我就会用召唤模式让它往前挪一点，然后在外面看它会不会撞到它。你要慢慢调整跟这个车位平行。再让它前一点，因为我不想让后面的车撞到我，所以这样子我就不用担心我的车子会撞到这个前面人行步道。V 十之前的召唤呢，只能往前跟往后。那么我常常在停车场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个功能，因为有时候我车子不想停靠近旁边那台车太近嘛。所以我就会选择靠角落的位置，然后把它停到非常的边边，所以以至于呢，我上下车很不方便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上车跟下车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地方比较高，所以膝盖会很不舒服嘛。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，我把车子挪出来的时候，我很难看到旁边这个石头会不会插到这个轮子。你看我的轮子，嗯。这个保养得很好，另外一个可能就很糟糕。你看，就是车子的这个地方嘛，常常会被旁边这个地方插到。那后面有几个比较严重一点的。那另外一点就是说，有时候我倒着停，后车厢我没办法放我买的东西嘛，因为后面就是那个树丛，所以这个时候我通常就要来召唤了。基于刚刚我说的种种因素呢，如果那个周遭环境许可的话，我就会把它召唤出来。那我边召唤边看那个轮子会不会插到那个旁边的地方。所以我就可以上车，然后脚膝盖不会那么痛。这个就是一个最佳例子，你看这个人停离我超近的，你看他一下车就撞到我了，哈哈哈。可是我自己也上不了车，所以我就把我的车召唤出来。至于这个车位没有人停的原因，是因为那一些购物车呢挡住这个位置的三分之一，所以我只好下车把这些购物车给推开。可是呢，我又不想上车再把车子往前挪，所以呢，我这时候就用了我的召唤模式，让这个车子慢慢的往前挪。那么喜欢我的车就订阅我的频道吧。也别忘了使用影片下方资讯栏我的推荐连结，订购您梦想中的特斯拉享优惠哦。你看我们车在那边，看这样能不能上呢？真的可以动，不知道他会不会让我上呢？不敢试，因为车太远了，我怕撞到人家。这么远还能上门？